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，我会讲为三顿，为生活，甲为某仔。但是看别人的面色，配合别人的心情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，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。因为已经真久，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，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。因为你嘛知影，咱拢是为别人在活。你捌听过《爱情》一首歌无？有啦，我听过，没有，到底来了啊？我到，谢谢。做伤心的，你莫甲我唱一条歌给你听，安尼好无？这条歌是安尼唱的，爱唱一首歌，一首有头无尾。